要来看到眼前，我们需要新的想法，我们需要新的开始。年轻人的好伙伴，当当当当，大众的 Polo Plus。其实大家应该对 Polo 比较熟悉，像我的邻居就有好多小姐姐都开了 Polo。对女生来说，还用着比较舒服，因为它比较小。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 Polo Plus。这个 Polo Plus 它的辨识度一下就提高了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前脸，我们首先看到它的这个灯组，它这个灯组的话是几何形状的，有点像咱们初中学的数学。可以看到它整个的构造，它把点线面结合得非常好，然后在前方一条银色的镀铬条贯穿了它的车标，然后横向将两个车都连接到了一起。进气格栅这个地方也是做了镂空的设计，底下的这一部分也是采用了黑色的进气格栅，那就显得更加的年轻，更加的运动化。咱们接下来到侧面看一看，侧面的腰身比较流畅。看起来非常的可爱，有点像小企鹅，怎么回事？它的这个轮胎采用的是这种可以降胎噪的，胎噪声比较小的银色铝制的。车尾的尾灯非常的可爱，车尾的尾灯是方中带圆，圆中带方，然后又是比较立体的。你看到它这里有横向的，大众的 Polo 标志在这后面。